这么多年来将近50,000多件的这种关于这个狩猎采集，那么遭到罚款，甚至是这个被关起来的这些让人原住民愤慨遗憾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必须要说，原民这个立法委员过去就是现任的他们的怠惰。王光禄案件凸显原籍法相关子法未修法完备，造成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为了终结立法怠惰，原住民以及社会团体发起原住民立委候选人承诺修正不当限制原住民狩猎以及持有安全猎枪法令活动，要求候选人公开向选民宣示推动修法承诺。三地原住民族的部分，除了上礼拜已经有签署的林世伟还有瓦利斯贝林之外，我们在南投一个非常年轻的候选人全成威，在前几天也已经签署了这一份承诺书。圈选截至目前为止签署的三原立委候选人有林世伟、瓦利斯贝林、伊莱明吉乱、全成威。平原部分有郑天才、马耀比够、吴国玉等三位候选人之外，另外嘎雷吴拜海亚万亲自到场表示关心，但并没有做出签署承诺。投票日逼近，民间团体期盼未来不管哪一位立委当选，都要保障原住民族狩猎文化权益。那今天打马达龙这个事情，其实只是凸显出这个制度的不公平，哦，这个制度的不正义。那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不是我们的族人。那所以在今天就是回到说，我们整个记者会哈，拉着这么长时间的记者会，其实都是在诉求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未来2016年当选之后的立法委员们能够正视今天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能够进行修改。好，那关心。不是说同情，不是说慰问，最重要的是要要求立法院要修法，把那一些不当限制我们原住民采集狩猎生活权利的，必须要透过修法，透过一个周全的法制制度面来保障。原团呼吁还未签署的其他候选人1月16号以前都可以进行签署动作，更期盼所有候选人不分党派站出来为原住民族人权发声，未来也将扮演把关立委修法进度的民间势力。记者 Mlas Lulun 台北市采访报道。